什么鬼？在电视上的酒的广告都长这样。那这个又是什么车车？军械车啊？不知道，你看不是，我觉得有灵异公车的事。神奇啊！有灵异公车的事。就你这灵异。那他要怎样？他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啊，你可以排队进去啊。怎么还？